咱们叫脱口秀和他的朋友们不太一样嘛。我们现在呢是要分区的，前提规则是这样啊。三圈三水平，选手通过自我评级的方式，在哈哈 哈大笑圈、哈哈两声好笑圈和哈一声微笑圈中，选择一个符合自己脱口秀能力的位圈，进行圈内 PK。哈字越多的圈，不仅代表自身能力更强，还表示了对手的实力更高。高风险就一定有高收益。三圈三风险，不同的位圈有不同的比赛规则。哈哈 哈大笑圈晋级率为大于等于50%。哈哈两声好笑圈晋级率为50%，哈一声微笑圈晋级率为30%。不同的实力，不同的对手，不同的风险，不同的比赛形式，不同的晋级率，但是同样的精彩。之前我先问一下，你这两年主要在干嘛？我这两年其实也没参加什么别的节目，又一直在线下演出，就不像有的人，对，到处。对，好烦啊！那不像什么，我就不提名字了。不提名字了，不提名字。那他这个针对性是不是有点太强了呀？很烦，出现的让人很腻歪，是吧？但是老不出现也挺烦的，也挺烦的是吧？因为都不知道是谁这个人，就是想烦他都不知道着。比较喜欢线下演出，然后演着也舒服。嗯，所以这两年你的线下演出频次比较高，所以你打磨段子已经打磨得非常好了。可以这么说。是吧？所以你肯定会选大笑圈啊？是这啊、哦？是这么回事？不是，我觉得，不做干预，不做任何干预啊、我确实也打磨了，然后既然都这么说了，我肯定要选这个大笑圈，因为要不然你这两年在干嘛呢？对吧？其实最怕的是什么？广志，因为你是第一个进来的，你一直在线下演两年，是吧？有些人老去各种综艺，结果你没选，他选了大笑圈，你说你。那他们挺会录节目演的，他们那没少录节目呢，他们。所以广志，1%大笑圈，对，大笑圈，大笑圈，大笑圈。行吧，既然我第一个进来，我就给大家做好服务吧。我觉得我还是这个活比较适合我。下回再来的人，我指挥就可以了。那是11到30，这是那个31到55。您是多少号？就看一眼手牌，看一眼手牌，看我牌。20，坐这儿。那个手牌上看一眼牌，坐这儿。我安排好了，交给我就可以了。服务员的基因就忍不住就想给他服务，我就。咱家里什么水呀、纸呀，在哪儿？给我拿点，我给他们服务服务。一组即将入场的选手是小佳、Kate。黄的是中校，好气哦，微笑，我做微笑吧，我给他们来一个微笑服务吧，扰乱他们的军心。按号做的。是参加比赛，自己给自己的目标是什么？我的目标其实就是，如果有机会的话，想比到第三轮，因为之前的脱口秀节目里从来没有比到过第三轮过，就是到第三轮我就很开心了。哎，我有到第三轮。哎，我走了四轮，差点进半决赛，差一点点。走了四轮，差点进半决赛，差一点点。差在哪一点上呢？当时是差在就是临门一脚啊，临门一脚，对。然后刚好是那个不方便的脚抽到了。这个播出去了吧？完了，这个播出去之后上热搜了。没事，我俩经常在微博这样啊，他就是不是好人，不是好人，对。啊，就是那个圈肯定是很多。对自己搞得特自信的人，对，我去搏一下那个第一名。那你没自信吗？我可能没有你那么有自信了。我要是你，我就直接放进去了。那开始怂恿我了。我要是他，我也放进去了。对啊，我要是你，我也放进去了。好纠结。这纠结啥呢？行，那我就，反正来都来了，哎，那就搏一把。小佳进了上位圈，身份吗？大笑身份。广志，我就猜小佳一定是大笑。小佳，你别让我看不起你，小佳，你别告诉我你选的是微笑。
我你哥俩肯定是大笑，以你哥俩的脾气肯定是大笑。我因为我不想和小佳碰到，所以我选了那个好笑。那你选这个是为啥？你跟我说。我就猜你哥俩肯定是大笑和好笑，我选了微笑。你有点，我不信。我也不信，我不信，我绝对不信。没有没有没有。你们没明白这个战术，是你们被张老师给坑了。张老师他就一个推销员，没有，人家张老师很诚恳，很诚恳是吗？对，我感觉他在崩我们，他肯定不是坐这儿的，对，他10%不是坐这儿的，改位置吧，广志，你哥俩还是不了解我，你哥俩还是不了解我，你到底是选哪儿的？选到哪儿就坐到哪儿，都说了嘛，然后我是微笑嘛，蓝色嘛，那这样，咱们仨就都先坐这儿，然后进来的人就咱们就吓他们，对，哎。我觉得可以，是不是？咱们不改位置啊！不改位置，我肯定不改位置。OK， 你要是等下到结束改了位置，我们两个就不再是好朋友。我跟你讲，这么严重？你可以发誓吗？不是，嘉哥是这样，我是啥根本不重要，因为后面还有好多人。咱们仨先进来，不是你看，咱们是朋友，咱们是朋友。广志眼神非常飘忽，广志是一个不会撒谎的人。行，我确实不会撒谎，我看出来了，我这个人当不了坏人，你知道吧？我太不会撒谎了。跟你哥俩交个实底，我是大笑。嗯，好。但是后面的人来了，咱就说咱仨是微笑。可以。这样。其实咱们假装是微笑一下，哎，不是，我们假装全做是微笑，可以，你这叠中叠，叠中叠，叠中。我们编个理由，就是说这里可能胜算高。行，你别笑场，你喜欢笑场。对，你不能笑场，你不笑场。哇，你是微笑吗？微笑，你是微笑。嗯，哎，我看你就像大笑，我就微微一笑。K 的意思吗？这两个都要 PK， 一个赢一个输。那边就是可能五六个只有一个赢，一条分数线全超过就全晋级。我一问，他说以上51也是以上，50.2也是以上，我也可以全进。对，最后要有调的空间，如果最后配不好，他就50。学霸一来，咱全给弄透了。哟，哎，我就知道。这是博弈，有证人来喊一下，哎、欢迎，欢迎月月，欢迎你好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你们选这个？你们的段子不是哈哈哈吗？三个哈吗？我们只能哈。送你一个微笑。很不要脸，他故意搞我们。我想出去问问他干啥呀？这好强呀、啊！我要跟他比呀、啊！给他咣咣一顿干，这怎么比呀、啊？是各位要审慎的判断、判断完之后去做选择。有什么建议吗？我个人的建议，活下去，更重要。那也就是说，就建议大家去选那个上位，哈哈，那岂不就是竞争？张老师没这么说。别瞎揣测啊！对，你说你揣测出个什么结果？就建议大家都选大小圈。大小圈，晋级的概率大一点。不是这个意思啊，我们分析都是这个意思，你不是这个意思、晋级的概率，我当然不是这个意思。哇、我现在知道你们为什么亏钱了。就是算你们突然在开始算数字，而且你们算的数字和我脑海当中的数字的算法南辕北辙。有的时候不要盯死那个30。不是，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博弈。你要这么想，我如果特别强，我去那个下位圈，那不就稳赢了吗？你怎蛋卷？你难怪赔钱啊！他们得要这个。没看懂，你刚刚这，你没有看懂，下次早点说好不好？早点说，我也插不进话，就是哪个里面的人厉害一点？红箱子是最厉害的，哈哈哈，三个哈，三个哈，我投资你不是哈哈潮，不应该在这样。这就是我们第一战将，那个随便去，你喜欢哪个？你 OK， 你肯定哪里都 OK。微笑上，你哪里都 OK， 不害怕，不害怕，随便选。我这么看着，头发挡住了。这谁呀、啊？头发挡住了看不见、啊。这个，哎呦，我选中间吧，选中间。
哦，现在你知道为什么时间长了？知道了，大家真的很纠结啊！大家在大笑，把话搁在这儿。不是，贾浩这边，行，我同意，我同意。我觉得汪正华跟贾浩在这儿。浩哥就在这儿，我赌两个这个。你错了吧？金鸡鸣要给我。赌一把大的，赌把大的。他赢了，你把金鸡鸣给他；你赢了，他把俱乐部给你。可以。哎，我觉得人还是无所谓吧，无所谓吧，他们无所谓。哥还是你会，哥还是不说话了，不说话了。都有策略。而真正的强者直接战斗。等等，我选了大象七哥战斗嘛，太欢迎。因为听起来大象圈应该是最好的圈嘛，想把自己丢在最好的这一堆人。在大笑，把话说在这儿。不是，贾浩这边，行，我同意，我同意。我觉得汪正华跟贾浩在这儿。浩哥就在这儿，我赌两个这个玩意儿。你错了吧，金鸡鸣要给我。不是，赌一把大的。他赢了，你把金鸡鸣给他；你赢了，他把俱乐部给你。可以。哎，我觉得人还是无所谓吧，他们无所谓。哥还是你会，哥还是不说话了，不说话了。我说别上头，感觉像是那种 one pass two pass three pass。上位区吧。那就这个吧，认清字。搏一搏，感觉会稳定一些。其实我一直是一个自信心不那么足的人，还是那一瞬间觉得你自己给自己一个信心吧。你们对季夜根本不了解，季夜以我对你的了解，为什么你怎么想的？是不是有人胁迫你了？不是，李梦洁，你到底懂不懂？你看人看人不准啊。我谁也不准，我现在怀疑我自己看人的眼光。对，我没来过上位，我想上位。太过分了，太过分了、啊！你什么场子不是哈哈 哈呀？骗人、啊！你是微笑吗？你是微笑？我是微笑，我头都微笑，我头都微笑。哎，你是大笑，你大笑，我头都微笑。为啥呀？你懂这里要干嘛吗？不是，肯定是这个和这个最好，赌一个呗。这里为啥最好？不是，我就看现在商场顺序，要不就那个，要不就这个最好，要不就这个最好。这肯定是商场比赛的顺序啥的，我觉得不一定吧？不是，应该不是，不是，这里要车轮战。啊，车轮战，这里要车轮战，车轮战。好，车轮战，真的，你被扣出来吧，小范大人。不一定，也不知道，其实只是我们猜的，对，没人知道赛制，对，这边就十个进三个。主要是没听清楚，就是我对数字本身也不太敏感，我以为近距离都差不多，我就直接就选了。哎呀，没事。不想干了，不想干了，我退赛吧，退赛，老师，再见，老师，不让我换组，我就退赛，老师，我就退赛了，我不打了。特别高兴，有这我们中老年，就我这个是啊，就这个岁数确实，不是我们不是没，就是我们中老年也能说脱口秀，谁说我们不能说脱口秀了？真好，我就来测试这个底线来了。所以您对自己有没有那个期待？我就想 PK 黄大妈，黄大妈不在，就是来了，我说知道呗、啊、那个这会儿就好像就没有了，就谁都可以了，因为我来就因为他年龄和我想差不多嘛，他比我小点儿，小一点，但小不了多少，其他那都是孩子，所以珊珊哥是能做到真的是享受比赛了啊，我真的享受比赛了。好、欢迎于真。Hello 大家好，我是于真，也是一个 rapper， 正在巡演中。她也是谁的妈妈？哦，妻子啊，朋友姐妹啊。所以你今年的目标名次是拿冠军，三个 S， 就是要拿出这种 rapper 的气势。我，你好，你好。看到了什么有效信息？看到了好多人，好厉害。有什么200场的，150场的，然后我是萌新，我就讲了一个月，哈哈，不到。那给自己的预期是，哈哈，哈哈，好嘞。进去之后就能认识到，你将要面对的你的竞争伙伴们，在黄色区域就坐。好的。哎呦喂，吓一跳，不变的穿衣风格，不变的。志胜，你发现了一个问题吗？啊。就是其他人都是组团来的，说明什么？我没有朋友。人红了就没有朋友。
身边不是没有坏人了，是没有人了。没有人了，老师，哈哈哈，啊，就这个。好嘞，嗯，出来，进到等候区。好嘞，来了来了。哇哇哇！大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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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王。明天不要这么站我，好吧？就这个要求。好，你选择哪呀？哈哈哈，哈哈哈，这边，哈哈哈，这边，好。你也太没悬念了，你有啥悬念？都不期待，我的妈呀！圈的时候，我也不理解毛豆。我后来分析了一下，你为什么会这样？哎，我完全理解你的选择，因为那会儿你太热了啊。对，所以哪个台子离得你近？你就把它投到了那个台子。对对。给个台阶就下，把台阶当滑梯。因为毛豆除了这么解释之外，我实在想不到其他解释的方法。我也没太想到，就是这行。没事，我很期待你在微笑圈打出一片新天地。好，会很有趣。对。换不了了吗，老师？换不了了吗？我也特别希望让他换过去。因为毛豆的存在，现在微笑圈提出来的一个问题，微笑圈不欢迎他。对，是我们换一个人过去。我们也不要他呀。哎，那个谁，我们也不叫他呀。呼兰说了，大笑圈开会，大笑圈也不要他。啊，对啊，大笑也不要他。我就这么说，他过来我就过去。不会到我们这个圈吧？我就想去那个圈。怎么德发你们希望他去？我觉得我们这边人太多了，有点挤，就是不太合适。他体格子大，我说我减肥了，我减肥了，我都淘汰了，直接给哪圈都不要的。来口秀，就一定有一位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朋友，而且陪伴了我们好几年。这个朋友呢，认为自己应该是一位上位圈的朋友，啊。那么这位朋友呢，今天也来到了我们的现场。他就是，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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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